Hello, everybody. My name is Kai. 今天我来解决两个电脑的相关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电脑风扇的噪音。那电脑风扇就一直这样滴滴滴滴滴，所以如果半夜要跑图的话，就真的很吵，睡不好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散热效能的问题，就是如果我一直跑图的话，我的 CPU 动不动就跑到110度，我觉得我 CPU 快要坏掉了，所以我想要改善这两个问题。那我们先来解决风扇噪音的问题。那我现在机箱里面水冷排上面用两个 Arctic P12 的风扇，那它一开始新买来当然没什么问题，非常安静，非常好，但是用了几个月之后，它就会一直发生这种问题，就是它会有一个奇怪的哒哒哒哒哒的噪音。这间公司有十年的产品保固，但是如果我每个月就坏一次，那我寄回去公司，然后他再寄回来，这样的邮寄费用真的是超高，不如就直接买一个好一点的风扇。所以我就买了两个 Noctua 的 NFF12。 那 Noctua 有三款不同的风扇，那 F 系列就是专门设计给水冷排或者是风冷排使用的。这么瞎趴的设计。那除了这间公司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超静音风扇，所以我们就已经把第一个问题风扇的噪音解决了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散热效能，那我们就只好找我的老爹来帮忙。那我们就要把所有的风扇拆掉，然后再重新安排，看怎么样才会有最佳的效能，散热效能。电脑还没改造之前的风扇配置长这样子，一进二出，它灰尘超多的。欸，这里面什么是什么时候这么的干净？啊，你这一个没吹，因为我都吹耶，这个没吹，那个吹不掉。那怎么吹不掉？你要拆下来吹啊！拆下来吹。对啊，这么麻烦。然后从哪里开始？欸，这个本来就在这啊。不是啊，我把后面这个风扇，然后放到前面来。你放这边吹这里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下面被 power supply 挡住了。啊，我也可以吹 power supply 啊。power supply 它自己这里就有散热。它自己有散热。我想是吹 GPU 啊。啊，我不知道我要装这里还是这里，因为它那个机壳前面进风口在最下面。可是它这里热就会一直积啊，然后积到全部都是。所以我才前面加一个电风扇。它这里会出来啊。他们哪会出去？他不会直接出去吧？因为我盖起来的时候，后面其实几乎是没有风的，主要风都只有从上面啊，这里其实都是在吸进去的。你上去，你相对让 CPU 更热啊？是吗？你这边过来的风都是热风啊？对啊，所以我要避免风上去啊，所以我才想说加一个电风扇在前面，然后直接把 GPU 热带掉。真是。卡在那里，热都在这里，这个也是热，这个散热片这里会热，是不是吸热上去这样吗？这个会最热，这是 CPU 的电源，跑电源转换。那，啊，这样子是不是顺便风可以把它吸出去？啊，你这里散热，你要散 CPU 的热全部到这里啊。可是你装过来也是会吸到啊，那会最好啊，你在这个地方一个两个这里。你风一进来就吸冷风吹出去。你说对 CPU 而言吗？对啊，因为你这边全部都是热往这边走，你整个是热风吹热风热排，这样子出去冷却的效果就变差了。重点是当初为什么不往后退？你肯定是有原因啊，是中了什么吗？你可以试试看啊！来呀，啊！哇，这怎么拆？拆吗？啊，我怎么锁的这么呢？那是我锁的吧？因为你不帮忙啊，我就自己锁。啊，那你还不来自己拆？来呀，啊！开电啊！开电啊！你没开啊？没有啊，没有插电怎么会开？嗯，没声音。也是又要到某一个角度它才会有声音。这样子就没声音，是不是？这一个换到前面，啊，那一个呢？没有啊，所以我才说，会不会是因为风扇摆这样的关系，让它会有问题？还是要摆成？没关系，换新的试试看。如果还会造成这样问题，就是应该是不会啦。这个800块，好，关机。这是怎么关机？强制关哦。对啊，直接烧毁。
说，越前面越好。我看一下，越前面越好。为什么感觉快断掉了？为什么会断掉？你看它这个扭曲变形，它不是越直越好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它不是越顺畅吗？你看那个机壳设计，它的进风口是在最下面诶，所以冷风进来，然后就应该就是会这样慢慢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其实就是就已经在从这里在吸风过去。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五个风扇啊，所以一二，所以还有三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样吗？要撞到这么多个也可以啊，或者是这里一个，然后哦一个，然后两个，对，这里啊这个就先拆掉这样。对，这个效果比较差吧，装在这里你吹，可能一部分会吹到这有一半吹到这个。可能有一点点会吹过来，对呀、啊，大部分应该是从这里吹过来，你吹过来的风可能会那如果两个三有两个，然后一个两个装前面的啊，后面就让它随便。如果这里比这里强的话，变成你一进来，大部分风又被往上吸了。对啊，那如果是对啊，那你这边再加一个，它可能。这里可能进来就吹它吸出去，这里没有被吸过去的可能就被这里吸出去。你如果没有这一个，你等于整个进来就往上吸出去，就它就吸它的 CPU 热啊。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是散这边的热，对，把这边也让一些热也从这边跑出去，不会往这边跑，往这边跑这边就越热啦。好啊，那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就这样试啦、啊。那我们要开箱。啊，你还没开箱？我还没开啊！哦、你真是慢欸，我要等你来开箱。是这么酷炫的缺角软垫，你看它连这个插的这个也是软的。这卡到 heatsink， 因为这个有一个厚度。有必要的话，你也是可以把它拆掉。但它那个是防震垫啊。这怎么拆啊？就把它拔掉了。哦。可以吗？那这个套套就。拔错了，只能这样。螺丝，哦哇哇哇！发生什么事情？水，就直接贴在墙上，水啦！再来就开机啦！看会不会动，我不然不会动，你要来啊，开啊！拿一张卫生纸，看它怎么飘。一张卫生纸是这样吗？太厚了，它还是往后啊！你看都往后吸啊，哦，往上吸。你这里是往上吸啊，上面是往上吸啊，下面这里是往后吹啊。那下面这里，这里是往后吹啊。哇，感觉机箱很凉爽哎，因为这里又吸出去啊，这上跟这里是吸，这里进风，这里是往上，这里也往上，但这里没有吸太多风。啊，主要是这里这一个吹进来、嗯，这一个风从这里进来，比较重要。这一个对啊，这一个直接从这里过来，然后这个再把它枪吸出去。哇，这么厉害！这一个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好像这个比较厉害。对啊，那你把这一个拔掉嘞，那下面这边的风，那还是把它接上去比较好。有啊，这边还是有风吹过来，一滴滴。有，那有吹过来。从你摸这里就摸得到，那你有风扇，你不要碰到啊。没有在转吧？没有啊。可是这里就几乎都是热气的啊，所以已经感觉热气已经吸在这里。一点点风吹过来，吹到这里，等一下吹，大概吹到一半。对啊，还是有啦。但是它开始转的时候，它这里会乱飞。所以是不是这样子？先试一阵子看看，因为现在是盖子没盖起来，这里还有风进去。对啊，那你把它盖起来看看。六七六八，是这样算降四五度诶。对啊，100吧，降了四五度。哇，好多吸，好多出，这又吸，又吸又出啊！这边也在吸，这边是出，这边是吸，啊，这边是出，啊，这边是吸，这么厉害。这么浮夸的，乱吹乱吸。你看下半部，下半部是吸啊，然后再往上吹上。没有啊，这边也在吸，这边是在吸下面。还是要把这边挡起来。不用，你先可以先这样试啊。对啊，整体就比刚刚
差不多三四度啦，那个是最高温诶，你看它的平均，其实看起来都 OK 哦，结束了，没有了，噔噔，优质看起来是有比较凉爽，后面装一个跟这个以上来影响有差，对呀、啊。OK， 所以我们成功的把拿出的风扇装到水冷排上面，也把我们旧的风扇一个装到机壳前面，一个装到后面，那这样效能整体有很明显的升级。那个温度 ，CPU 跟 GPU 都有下降4到5度，这样算是非常非常大的升级。噪音的部分我觉得也很神奇，旧的风扇你横躺的话，它就会有一直掉掉掉的声音，但是你把它立起来就没有声音，完全变正常。所以我就把它立起来放到机壳的前面，然后现在机壳里面从2个风扇变成4个风扇，那噪音有变大声吗？噪音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从2个风扇变成4个风扇，噪音还差不多，那我觉得是还颇厉害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改变，就是风扇的音频也改变了，它原本有点中音、中高音频，现在变得比较低频。那这也是个人喜好的部分，那这也是比较少人会注意到的部分。你同样的分贝，你的音频越高，感觉就是比较讨厌，像是电竞笔电就是这样子。你脑袋会炸开来。然后最后我们再稍微提一下这个 Nuxtra 风扇，还有附一些奇怪的配件，一个是1:2的线，一个是延长线，一个是低转速线，就是插上去它的转速会变低，就变更安静。如果你不需要这么高效能的风扇的话，然后还有4个就是可以插在机壳上的机壳风扇，就是螺丝变成软垫的部分。那好啊，今天把2个问题都解决了，真的是超棒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电脑风扇升级的分享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疯狂东西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 Wan，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